这样是不是好一点？嗯。哎，小心点啊，别烫到。来来来。嗯，饿了吧？嗯，饿了。就给我递一条来。别，半勺就行啊。好。嗯，好。做饭之前，说自己是董大厨，哪个菜是董大厨做的？这凉拌西红柿我做的呀，这菜都是我洗的呀，还有这米饭也是我煮的。董大厨还真是辛苦，还是卢大厨最辛苦。既然卢大厨这么辛苦，是不是得有点奖励啊？当然。那，不够诚意。等等，心跳别急着强烈。等等，我害怕独自沦陷。视线就在身边，陪伴我满意挂牵。等等，是在忙活。越来越深的了解。等等，回忆也彼此重叠。一望无前，直到看见你和我慢慢无间。跨越似水流年，不变的誓言，慢慢热的思念。饭菜要凉了，咱们先吃饭吧。这也能忍住，是我魅力不够吗？啊，看来得喝点酒助助兴。陆渊，你一定要忍住啊，不能吓到恩恩，不能再喝酒了，不然会出事的。谢谢楼总，楼大厨，该上我的伙食，来，干一个，我先干为敬。你本来酒量就不好，刚才喝了那么多杯。好。我都干了，你就喝这点吧。那我干了。倒上，倒上。我们这次终于有了自己的广告风格。这样就可以在同类的竞品里面啊脱颖而出。没错，来干一个。好。其实我有一个想法。开一个自助型餐吧，我们可以一家一家开，直到全国连锁，然后再慢慢的开到全世界，让全世界都能感受到我们中国的味道，能够感受到我们牡丹酱的魅力。当然，这就是我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想法。这就是梦想，人啊，
一定要有梦想，而且我相信你的梦想一定会成真。来，为梦想干杯！干杯！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啊！咱不喝了。没了。嗯。嗯，喝多了吧？等等，我要抱抱。嗯，等等，抱抱。抱抱。哎，哎呦，抱抱。说你不能喝吗？嗯，非要喝那么多。好了，好了。别动。嗯，好。不动。我是想给你倒杯热水去。别走了。不走啊，倒杯热水。了解，等等，回忆也彼此重叠。我是说今天别走了，直到看见你和我慢慢无间跨越似水流年。